怎么样？知道几人马的威力了吗？我拿个攻速，我可以合一个这个。辛德拉给我，辛德拉给我，六分钟升了，没事。辛德拉给我，辛德拉给我。我拿个穿甲，给个辛德拉，给个辛德拉，别拿辛德拉。跟我抢，跟我抢，跟我抢！哎呀，说法。我等不及了，想上八了，我操！命运之子获得伤害减免，用一下。但是我接人马快了呀，接人马快了。五命运上的话要下个魔战，不能下呀。四堡垒还是很猛的，很肉的。等一会儿递完三金接人马上八吧。现在随便打，我正随便打现在。这 ED 这么变态吗？这 ED 他来给我入了。接人马来了，下场战斗随机升星，这个不要。他一直接人马，黑帝有这个，哇、哦，泽拉斯都来了，我忍不住了，兄弟们，我忍不住了，我真忍不住了，我干了。我干！呜呜呜呜呜呜！还没完呢！呜呀，金币来了！三分钟我剩，没事，一分钟说我就操作去。打完野的地方，我命运不给泽拉斯，我就给基尔玛。我就给基尔玛。我就信基尔玛，知道吧？来个法棒。操，没有，大写一个鸡，没法帮，难受啊！拿个眼泪吧。哇、哦，三星接着嘛，已就位。这眼泪给他，他没有那个刀啊，青龙刀合不了。上九，我在上个谁呢？上九，我基尔玛副本 boss 基尔玛，我命运铭文我给谁啊？我就给基尔玛，我基尔玛无敌。你看他两星狗头飞升护符，看打不打得过他？我看打不打得过今天。看你的飞升护符厉害，还是我的基尔玛厉害？嗯，很明显，他倒了。你看这魔抗，这减伤打我都不掉血，哇操，基尔玛呀！一分钟我要升了，打完下一步，还得是基尔玛呀！
把出现的帮我收下呗，我死神马上升了。上九找丁真，丁真是谁啊？我可以上个这个三次元，一乘一给他包起来，要不然你找不到。嗯，我的好友已结束对局。我操，金人马扛不住，金人马扛不住，金人马跳起来，金人马。吉尔玛，哦，送走吉尔玛。大魔法死会转成魔法伤害，不要啊。随机的一个一星会升星。我这个换这个行不？这样子，反正也是堡垒，我换成五费的。你想喝杯茶吗？我这就不想升九啊！我想把这两个变成两星的，这他妈一星在这搞，操！升了，干我的死神！哎，去哪了？操哪去了？不见了！哎，跳出去了！跳出去了！你他妈没封天花板！哎，谁开门了？还、哎、我操，在哪？在这，在这，在。领了，领了。我拿个啥？我操！我没拿东西，搞得我他妈了个猪先生！我操！我拿个符文呐、啊，强袭枪手鸡巴卵用没有？这鸡巴猪先生给他搞，妈真是个畜生！猪先生，妈你给我拿一下！妈猪先生纯畜生呐！让克莱亚，让克莱亚带回来！妈孽畜猪先生，这是！你给可大鸭，让可大鸭带回来。给他了。我这还能上酒吗？还有机会吗？我还打不过他了。只剩吉尔玛孤身一人了，兄弟们，打不过了。得上酒了，存点钱，买了下一个英雄免费啊！递一下，来个四块钱给他卖了，赚两块。长这。这个救赎我真得给了，救赎我，哎，给宝石吧，这奴主三星估计也三不了了，花钱垫我了个逼，多呀，接着吗？哇操，三星 EZ 这么变态。打完这波眼前花光，直接上酒。没，这把怎么也是第二名有了？他们我血这么多呀，怎么也第二了？无所谓。
有第二。有一个这个没用了，他不可能上三了。来个这个。妈，直接带，直接用。哎，这个可以，卡萨丁给他换了。我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。哎，你可以滚了。医生，看上去还不错。又要把这个喵咪连下接着马。整不死你，我接着马整不死你。哇，舒服。丁真，丁真是谁啊？丁真6块钱直接花。扶给泽拉斯不行呐，扶给泽拉斯，你给泽拉斯，哎呀，给他吧，你非要给他，我接着马无敌，我副本 boss， 非要给泽拉斯，哎呦，我操，不听呐，不听呐，我转职再给他好吧。你看看看，你看接马扛不住了，接马，快喷粪喷粪喷死他，泽拉斯喷喷喷，没用啊，泽拉斯启动太慢了。你的五费刷新几率永久提高4%，给我爸用，给滑板鞋，我现在不是给着上了个铭文吗？有啥用啊？没有用，我直接给机器人马。这个 EC 怎么这么变态啊？这个 EC 打不过。200多的双抗接人马都扛不住啊，你看看。喷粪喷粪喷粪，给他 EZ 喷死。操， EZ 好变态。下次我也玩 EZ。金铲铲。这没什么好拿。我拿个这个。拿个这个，把这个血给卸了。高级变形术，4费变5费，可不能要啊！接着马换个位置，这样，这可不能变呐，变就废了呀，变呀！那变那不废了吗？回蓝呢，快回蓝呢，泽拉斯！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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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了。七，打不过。红色的给滑板拳，全队重伤50%。好，给滑板鞋，给给给给给。我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。好了，给滑板鞋了。我看这个全队增伤50%，屌不屌？给了，
这个放这里。他还电我，这个不要脸的。增伤50%了吗？我怎么还感觉不如上把呢？增伤50%，增够吧？怎么说？老婆来了不？没来。增伤50%，我操！但是我拿个第二名还可以啊，还得是弹幕老师啊。干嘛这老外打不来啊？我们都这么少人了，哥们都已经牌局都打上了，那我来喽。哎，我咋做不了啊？卡 bug 了，捡起来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我赌33发复活供弹药吧。我下注了，准备。先赌100个汽油啊。这牌可搞不了啊，这牌碰错啊，丢了 CF 是吧？丢了，直接弃牌。这牌他妈碰错，你要的不就没了？顺便，我这哪有顺子啊？拿不到。操！看两张牌，你他妈直接下230，牛逼！得赌啊！老 T 梭哈几波，老七。我一张牌都看不到，现在卡 bug 了。我操！哥们直接梭哈呀！我服呗。屌啊！来说说吧，来说说，我操，我幸好我没要，我要的话两队败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赢了。 你一队赢了、哦、两队啊，那我赢不了，那我两队我也赢不了。好，这把给你玩玩，8000块给你玩玩，170。谁下注这么慢呢？对面的死逼老外考虑这么久是吧？我来了，1500。来。哦哦，缩，直接缩，直接缩。什么牌啊？我什么牌？我直接缩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知道吗？直接跟你缩。缩，我也缩啊！来来来，缩缩缩。真好啊，狗哥。3张9还有，你怎么跟我斗啊？你怎么跟我斗？我操，你伤了我！我3条9加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你怎么跟我斗？哎呀，我3条9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你给我丢这牌，直接丢，不要，慢慢蚕食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八，我2条9也行呐，我3条9啊，他受不了啊，我一对加3条9葫芦啊，这垃圾牌直接丢，不要，玩都不跟他玩，浪费时间，谁趴的牌多上。
这鸡巴这条龙能排从排毒能下来不？耶，下来下来。一对群，幸好我没要，你看。怎么要不就没了吗？这不就？你就跟他说呗，老七，这死逼老外，他家底就1600，你说两把他受得了？他都不上啊，好墨迹。你就说，你说了他只能说，知道不？他不说都不行，他只能说。我两队啊，你没了。咋了？他咋不上了？他爆了。不会卡了吧？不会。我起来吧，给他赢吧。我不能起来，我不能给你赢了。你起不起来我不知道，我不能站起来。给他，给他头爆了呗。给他头爆了有用吗？应该有吧。哎，他起来了。起来了。哎，算你赢了，这老外直接输，太好了。啊，他要坐回去了。接下一把。直接跟你输啊，是吧？跟你玩，来，我先一半啊，我先身家一半给你看看牌。那我直接三倍，这么狠呐？三倍就上个60，你是懂三倍的。刚开始下注小，直接290啊。咋不推呢？啥意思？卡了。操，他不会想我站起来直接碰我输吧？好像没到你吧，罗哥？到我了呀，我往前推钱了呀，都。这牌桌上带病毒咳嗽的时候，他就卡了。那牛逼了，卡 bug 没了，卡 bug 了。我椅子咋还没了？坐回去，坐回去，重新坐回去。这啥意思啊？看牌了。我对接，我操！我直接算我输啊，给你赢吧，直接把我淘汰了。这咳嗽的时候可不能下注啊！你什么？我对接呢？我这个无敌！我看见了谁赢？哦，你真赢了！你不就一对接对十吗？那跟你说，是我你真输了啊！是我你真输了。你还幸亏我卡住了，我操，这东西我直接想丢牌啊，但是我就赌一把，我直接缩一把，我以小博大，来，全推，跟不？嗯，牛逼，再赌一把，这老外也缩了。不发牌呢？那跟你说，那就是你俩谁卡了，我是不会站起来的。又卡了，又啊，这老外卡了，好了，7890，我算顺不是？我7890应该算顺吧？好像有5张吧？哎，我们俩这怎么判的？一人一半是吧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什么东西来了？哎。老外飞龙过来找死，被打了个残血飞走了。老外过来看我们打牌呢。什么东西还得开枪？来飞龙，老外飞龙。他飞龙这么扛揍啊？啊，丢了个剑龙，不夸张，剑龙吗？哪里啊？算平局，你看这咱俩牌一模一样，算平局。哎呦我操，你屌啊，牛逼！哎呀，好，这把真拼不了了，真的，这把我说哈，你真受不了。你卡了，我输了啊！哎，我咳嗽了，我靠 ！OK， 咳嗽说哈卡了。哦，这就算我赢45，赢个底，真恶心。
你别在咳嗽时候去推那个牌。我一推他好咳啊。好，这把就可以来了。这边都是我们自己人，我自己人解个毒呗，要不然。我推了。对吧？你又在咳嗽时候推。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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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气。三条伤啊！我操！玩够吧！老子这不来个顺子，这能来他妈三条伤？我操！有点恶心。无敌呀、啊，这个牌！不是，这日本人这么怂吧？人家在他服务器打牌，他都不敢来干呢。他真不是个人，真的。啊，这么玩游戏的，服务器多少人？我们三十个，应该他们有三十多个，三四十个，这都不来。哎，我看我还有别的皮肤不？这晚上给我下皮肤我也看不着，我就一个米老鼠啊。他那个大眼肿怎么搞出来的？不是有个大眼肿吗？我这个皮肤好看。我看你都没皮肤。狗哥那看不着，不知道为啥。我没下载好像，我就看到米老鼠。我看通常是两个有皮肤的。嗯嗯。日本人真的买 FW 真的。他的符延迟还贼高，他这不知道是亚符还是什么符，巨高延迟。一般符200多，他这个符四五百，打起来就五六百。我赌我们都想。结果老外赌个啤酒，他不准备呢。还可以这牌，我都直接输，我把把输，就给你们赌运气。怕了不？谁不推牌啊？有人卡了，谁没推筹码？老外，啊，看牌了，记，直接记。这我操，人家一对皮蛋玩钩子，我直接记。一对都没有。你们 K 大，我操。嗯，喜欢苏哈就是这种下场，捡了一个 K 大。自己变成小黄人，他又皮蛋啊！龙皮肤、恐龙皮肤是机械皮肤吗？翼龙有，要不给他翼龙装个皮肤？这雨欣他妈翼龙皮肤都不装，能落地不？给套了。翼龙是战斗机，这怎么装啊？这个翼龙皮肤？那我这里面有了，我怎么给它装上去呢？在我这里面。
我跑到昂上是不是？不是，我600多斤，你调动我，看你的翼龙多少负重。把这给你抽下来，还丢丢丢！这翼龙还抽不下来呢，这翼龙你看，900斤负重，800耐6000血，翼龙现在这么变态了，你妈将近1000斤。哦，我应该是要把这个鞍拿下来，不对，这也套不了这个。这个龙鞍皮肤怎么套上去啊？能套到这个时装上吗？不对，眼镜按了没用啊。什么的，我的皮肤最下面没有。哦，应该是这里面，我皮肤太多了，我来找一下。在这儿呢，原来是套不上，套了没反应。你看，狗哥不是套鞍，狗哥不是套鞍，直接套翼龙上，直接套翼龙上好像是。我看看，直接套翼龙上。哦，他直接套翼龙上。对，翼龙战斗机。早就有了嘛，恐龙战队联名的。哦，试一下。什么猛犸象啊，霸王龙，你看下龙都不一样，你看上龙是这样，就是你穿钢甲穿这个皮肤。你看它是现形的，一道光上去了。硬币就是人物模型。我下个猛犸象出来。是我没有猛犸象，我没有，哦，有一只。我得先去眼睛里面把皮肤弄出来。来喽！你看，硬币就是我人物的位置。谁他妈给骑了这？来，你再骑在我后面，骑到小骨的位置。我怎么骑一下子就崩了？我给你掉下来喽，掉到我鼻子上面喽。猛犸象负重了，猛犸象，那走不动。还有霸王龙。哎呦，我操！骑一下直接掉线，我操！我也掉线了，我掉线好几个，老外也掉了啊！这老外过来骑也掉了。干嘛？这翼龙皮肤怎么给我摘了？我这把它变成战斗机了吗？武器61个，这日本人这么怂，就把东西一卸，完了来都不来，妈纯他妈废物，真的。只有 CD 呗，丢个霸王龙呗，我丢个霸王龙呗。这行啊？这猛犸象屌吧？他这人，你丢这个呗，刀朋友，你把这个霸王龙丢出来，我丢了个球子。这个是霸王龙，走走走走，泰克霸王龙给他套皮肤，
来喽。我打炮喽。他怎么打到天上去了？这炮。这个多打死了，这炮怎么往天上打呀？这个皮肤可不能装太个炮啊，他妈乱打。再来点机械飞龙玩玩呗，搞点机械飞龙皮肤。还有几种，还有什么猛犸象、三角龙啊、剑齿虎、啊、本今天就骑个猛犸象给他捣乱了。本今天就看这电龙，现在电人痛不痛？我看多少攻，现在电龙1000攻了，站着不动。啊，伤害一般啊，还得2000攻。我这谁会站着不动给你垫那么久啊？早就跑了。要到2000-3000攻，那电龙一碰就秒杀，带个骑手啊，一碰就秒。哎，电死了，没装备就是秒杀，有装备就可以秒。2-3000攻可以秒，到时候。有装备死不了这1000攻。装备有抗电性的，这鸡巴弱智老外是真不了。泰克套也有抗电性的。泰克枪可以打自己人了，你这一枪你都不死啊？我都不掉装备耐久、就是、那这个呢？看你穿着钢就能扛几下，吸这个尸体吸半天吸不进来。来喽，我按错了，把切腹模式了，先给你来个大的啊，再给你来点小的，痛不痛？那里脏，不掉血。哦，那里脏，让你打好吧，是我让你打，这么垃圾吗？那个装备耐久打完才会死。你装备耐久还有啊？才掉一半，才掉一半，那这玩意卵用？说了给你打。那这个玩意伤害起码得到298啊，这142太少了，298才有感觉。没298不行。才掉了600耐啊！太垃圾了，除了弹射没什么卵用啊。不来呀，不来我们撤了吧，这不，操你妈，这日本人这么怂。看明天去的联盟服务器会不会强点，像个大便一样，真的。炮楼一撤，洞里一呆。下次这么来好啊，假装我们要走了，他们人一少，突然进一大堆，得掏洞。没有用，跟你说，对付他这种服务器，就是趁他10个人，我们突然给他满人，开始套，直接就开始套。他人都进不来，急死他！真他妈怂逼！
我们老外这 DC 嘲讽的，这还用我们去说？这老外不就嘲讽他了？能鸡巴下来不？彭先生，把我他妈霸王龙给我，自己他妈一头龙也没有。我那是猛犸象呢，彭先生啊，往往就把他往这一丢。你这个死东西！这飞艇能收吧？飞艇也收了，我哪个球都能收，收不了，我自己给他干碎吧。啊，你别说复合弓打他还不怎么痛呢，这个飞艇连狙也就一般，就非得龙打他痛，而且龙咬他更痛。缠着给这两三百铁有啥用啊？最后一项，暴露彭先生，彭先生没露，彭先生水面藏了一躺，这吧，他妈的逼，这做这么多防御他也不来，阵型都摆好了，纯他妈大便。他传这个公共盘他来过不？没。公共盘子也不传，这物流怎么天天落掉？我们在这下线不没了吗？走吧，那卡物资吧，收龙吧，跟老外说一句撤退吧，纯大便。他们那个图里面最大那个球里面那个部落是哪个服务器啊？咱今天得把那个，一会儿没事咱都把他们几个服务器部落全加了，那几个联盟里面部落全加了，微信群里边发他们服务器了，都可以加一下。对，看看啊，哦，就这几个是吧，他有这么多服啊。 TTL 他发这个我没看到 TTL 呢， YFO 是吧，是 YFO 吧，它有10811116。哦，你把它别的地图也弄出来了对吧，我们老外挺专业，它老图是1081啊，1081，但是把它部落全给它加了，他们焦土有东西咱们也可以搞。1081三个人能有东西，你晚上得熏熏图喽。你妈三个人，你在逗我？去极面开荒了？全部给是我们这个服务器的，帮忙的不就是 F Y F O？ 哦，来这来帮忙，好棒！这个浮板子直接给他撇了，不要啊，直接撇了。你90%会被他找到，知道吧？直接不要，给他撇掉，最好是。省得你给日本人送的板子。这服短期不会来了，因为他陆地没东西了。我们要把这陆地全部打完的，随机掏到服务器洞，把他们九个服务器陆地全部打完，然后开始从九个服务器选服来掏洞。你看这种1031，刚那个服三个人，如果他敢哪天晚上敢三个人，我们就直接给他满人，他就没了，他洞直接没，直接记三个人守都不用守，我告诉你，至少要丢两个洞啊，他三个人的话，至少丢两个，所以先要把他陆地防御全卸掉，这陆地没东西，然后九个服选人选服掏洞，卡布兹卡布兹收容卡布兹。你藏板子有屁用啊，藏板子人家给你找到，人全服找啊，
我们这一千来个板子全送给他，我有病啊！那我宁愿丢了。那死逼老外，对面老外骑个杀死龙，骑个剑，骑个风神，雕个剑龙，想来搞啊，好像有，把他干吧。这都能找到，能找到，昨天我就找到了嘛。地毯式搜索，带个泰克套，水底都给你搞得干干净净，就是硬给你找到。藏一点让他找，你有病啊，你直接不藏让他找不就好了。给他找，他又不知道你藏没藏，他肯定会找，你知道吧。我这些我都不藏。对不起，我跟你说，全服放点空箱子给这个逼啊，他妈是海底要他去找心，我累死他，我操，就放那个木头箱子，朱先生做他妈五十个，他妈要他找这个屌东西，眼睛他妈给他找瞎，就给他藏海底，你知道吧，要这个逼样给他们水里游，带着希望来，带着失望去，这真他妈日本人，好恶心你们。这飞龙你不收啊，电龙都收了呗，老外的就别管他了，我们自己的收了。这飞龙是老外的，知道不？彭先生，飞龙你不收。DSGFFA 老外的，我就好奇这些老外现在 DC 上面说什么，真的，这些死东西。哦，你死神！我死神，在哪？我操！你想偷我死神呢，彭先生？让你赢吗？俯瞰被老外收了。那你放心，老外不会收。真大便呐！回家回机变玩去。得把这，你今天晚上你们得分段寻图，你们几个分段寻图之后，把这九个服务器每个老图都截图一下。然后把最牛逼的老图服务器留到中秋节，一晚上送他回家。我看群里面哥们说了，中秋节直接干他妈48个小时。你看你这泰克套挺帅。你下午黑包了。要不要去他中心岛玩一玩？中心岛有东西玩。可以，你把他都寻了，把他只要是他们这个大联盟的服务器都寻一下。寻完之后，咱们就干他最牛逼的那个，把他留到中秋节，给他拉破大的，再见。就明天就中秋节了，就今天晚上可以拉破大的了，把究极大便拉到头上直接。你给我东，把我飞船打爆了，收只炮还不好收。那是我的飞船，不好意思，你要用一下自己带一个。别给他放屁了，彭先生，那飞船是我的包里我放出来的。直接活狗扔这也不要了，丢了。那按道理来说，中心岛现在互通这么久了，他们地形可能都建满炮楼了。我操，不好攻啊！地形，光能不能攻？玩一下，还没去中心岛打过架呢。1151中心岛主服务啊，拉倒吧。把这个主服那个主服，都他妈大便一坨。中心岛我都不用想，我让他加建了。妈，地心那两个无敌洞。再加上那个死人他妈的珍珠洞，哎呀，一堆洞也是，就来吧。那些个死人，这 Kenny 这傻逼老外他还搁这玩呢，现在我投那小弟，到现在还是131级，成天不知道干嘛，一点等级不升。今天早上休息的时候，我到时候看看 B 站视频，看看周全有没有什么1.5打珍珠洞的视频，我他妈研究一下，看看周全那些大佬怎么打的。1151有宣传片呢，有吗？这老外拍宣传片了，这么屌啊！
那我得看看了，又拍片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我操，太爱拍上片了又。我又看不了，他得翻墙去国外那个老外油管上面找。我看的视频都是人家下载转码给我的。又拍片，得要朱先生去找，我都没那软件，我电脑什么都不像。有个屁的片，没有片啊、哦！朱先生去看了，没有，又放屁了，军你喽。这鸡巴皮肤真呆，我操！你还跟他打斗，他都狙你了，我操！有 UGV 的片你看不？UGV 还看个鸡毛、哦？这保险柜里面还有几百个，还没卡完呢，赶紧过来卡！刺客还得卡，还得来一波，来两波吧，反正他也不来，我在这守着。他来了啊，杀死啊！咱们的他们的早就有了，杀死两条，好像是我们老外在跟他咬那会儿的。我们呢，我们老外骑着给他战术部署给他干呢。什么东西啊，老外传盘子来喽，传公共盘子喽，老外操你妈，被打死了。我们老外直接把包一舔，杀掉，传公共盘子过来喽。他就传过来的嘛，要闪到了，传过来就被打死喽，小傻瓜。传盘子不看字，日本人可不管你这些，有盘子我就要传。这老外还送头剑龙过来呢，嗯，要操作你啊。盘子名字就改了他部落名，这么牛逼啊！改了个名字，我操，你好恶心呐、啊！我看看，那你真牛逼哦！你改了个 Japan 啊，日本人，操你妈！那鸡巴日本人直接传过来死了，杀掉。没事，帮我们卡在物资呗，看几分钟，先卡回去一波。冰箱里还有蛋糕，得卡到我子弹。四十秒，赶紧可以拿两包，拿两包，我拿两包给传呼机再过来。这个基本也是老外，搞个这死人皮肤。快呀，二十秒，卡波子弹呗，在。能卡，快点卡一波！又来一个，又过来捡包的，这边又过来捡包，过来捡包，大侠，过来捡包，你才逗我！两分钟复活了，这个逼！他说有朱先生有个视频叫 YFO 幺幺五五 PVP， 哦幺幺五幺 PVP， 你搜一下看有没有，他是打架视频应该是。发给我看看，我看老爸打的什么操作。你们他又不是他家的视频，没用。两个星期前六分钟。两个星期前六分钟，听掉。黑木红的火犬不要了，在这里先拿一下。白嫖个火犬。18，18。这老外好像有东西要给我。哦，这捡包，刚刚捡包那老外。那老外过来送点喷子，送把298喷子。他不说还有一个什么 UFO 什么 base 吗？那个基地那个。
这他妈那个大联盟的那个最牛逼的部落。哦 ，YFO， 什么 UFO？YFO，YFO 就是1151。又来喽！怎么也挨揍了？别打死吧！跳下去了，没打死吧？死了。躲这儿，送了套钢甲过来，发病了已经。没有，没有，不是有个 PVP 视频6分钟吗？你说没有 ？PVP 视频有，发出来看看，不知道他这反应怎么样了。等一下，我再看，好像有他有个 base， 不是不是他家的？你看是不是1.5中心脑手柄操作就完了？是是是，那是个傻逼视频啊，我给他下下。什么傻逼视频？就拍得很蠢。他肯定自己拍的，他还会请人拍吗？这些个脑残老外，他们拍那个基地视频哪个不蠢？啊，他都拍不明白，他拍视频，没我们的1033一个毛帅啊！我们的视频开场他就尿了，已经还没放他就尿了。一千伏当时拍的也是个大便的。我们是自己视频，我请人拍的 ，B 站上面都有。我看看啊。电脑打开网页贼慢，那都是刚开完荒的时候发了一个，搜一下这个部落展示，这视频一般都叫部落展示。嗯，我们直接 4K 电影级画质，知道不？都是这玩意。嗯，你看我们给老外拍的基地展示。就是一看片头，老爸都尿了。他以为官方又出新宣传片了。有点尬，这有点尬，那一会你看老外的啊。这不屌啊。老外后面看着视频发消息给我，问我是谁拍的，他出钱要人过来拍，我都不屌他。没有重点。